我们继续玩蒋公的局啊。好，蒋公目前的局面还算蛮乐观的啊。连续攻陷了这个江州，还有攻陷了这个成都啊。成都是最大的城市，四川。我们让宋美龄先进城，夫妻团聚还是比较好，先回这个。然后我们稍微盖一下，然后接下来这里的话，我们要稍微来研究一下技巧了，因为等一下要打那个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打那个大梓潼。所以说这个南索行军一定要搞，然后这里的话，好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不错，招到了乔那个吴兰。下一位，黄泉还有刘焉都还蛮值得招的。刘焉本人智力有80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好，然后再招一个人，再招一个优秀人才，依然是我们的这个踏破张仪，不行。那历史学家呢也不行。那个蝗虫呢，黄泉也不行。现在有空的人都不行了，是吧？好吧，永安还有谁有空？好，正好可以让雍凯去招一下。好，真讨厌。不过好在啊，我们暂时也打不了梓潼，要先等一等。胡烈来讲的话，他的智力如何？看看，72的智力，孙文不在这儿。我们让忠诚度比较高的同学，然后最好是狒狒的人。韦国正好可以稍微烧一下他。然后黄兴也可以烧一下他。他们虽然说在来的路上，但是实际上没什么鸟用，可以说。
这也差不多，我们就稍微那个一下。这两个蒋叔跟孔宙还行吧。看一下还有谁。历史学家忠诚，哎呦，宋美龄，宋美龄不错啊，立功立功。不错，很好，这些人都愿意加入我们蒋军，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就哎呀，可惜。我们先在这儿待命吧，就，然后这里也一样。黄兴的部队，我们先这样子射他，然后等一下让蒋中正再来一个御驾亲征。其实邓艾去比较妥，因为我们人数不多，我们就这么点人。这里的粮食应该迟早会没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至于这里嘛，接下来的庞西还算有点用啊。然后顺便问一下，毛泽东队，这也太扯了，毛泽东的那个下降了。看起来有点糟啊，对何进他们来说是个坏消息。毛泽东的这个要下降了，这就有点刺激了。但没有关系啊，小问题而已，这只是。现在是四月多。等一下，先盖大市场，让金国他们稍微努力一下，然后接下来这里，江州的粮食超级多的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在钢丝上行走啊，钢丝。好，熟练兵完毕。好，可以先撤回来了。我说总座高见，是吧？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居然有25个人，好可怕！
我们盖个人才府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孙文之类的人招过来。吴毅，宋美龄也过来。宋美龄是齐内助，那宋美龄不用过来。把张学良招过来。现在我们的首都要移到我们的这个，移到这里。林包也过来，吴兰也过来。把这九个人招过来。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么多了，很好。看一下，大家的攻击都够高，那我们要考虑一下啊。江陵的兵力强大，我知道。江陵有40,000多人。但是我们只需要1,000多人，不到2,000人就可以挡住他。怎么听起来有点那个？这个杨欣逃出来了。那叫黄欣应该就可以把他拿下。要不行。没关系，让陈诚拿一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里的话，不用急，不用着急。我们也一样，继续盖这个市场。这里的话，稍微带一点到江州去。江州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让宋美龄去招一下庞熙，然后。这样一个就可以了。很好，招到了庞熙。哎呦，有一个蒋兵来了，居然。哇塞。让陈诚赶快回到原来的位置啊，然后这里再等一下，蛮王孟获在来的路上，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让蒋经国辛苦一下。这要705，
这个还要再等一等。我这个逐城等一下可能要让蒋经国过来。现在实在是有点小麻烦。我现在钱不够，所以说做什么都绑手绑脚的。这也差不多。现在遇到这种状况真的是超级麻烦。好在孟获他们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那个啊，没有什么脑袋，没脑袋。现在我们的这个还不够，绵竹关战士等等，他们这个在逃跑的路上，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。他们南方战士还老来弄不了我们，那刘询的部队我们就可以先让他回去了啊，回去，然后嘛。因为钱不够的关系，我们就用这招。我们这里有军事府，所以说这个只是十点而已，十点，它的这个损失并没有说非常的大，所以可以稍微那个一下。这个孟获嘛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处理它。非常好。筑城完毕。哎呀，祈愿，又是祈愿。冠秋简被吕布给灭了，但吕布的命运大概也都到此为止了。兀突谷正在来的路上，哎呀，真讨厌。祈愿我们已经有了，所以这个搬运应该是还可以接受的。然后这样子过来，感觉意义不是很大，还是走智力好了。然后我们还是要稍微培养一下孔宙的逐城，因为这家伙政治好歹也是有78的，搞逐城是可以的。267还行吧。这个是人才府，我们还没有一个这个纪律府在这儿，真是遗憾。我想一下，在这里使纪律的话要几天来的，看看。这样要10天。
们就在这里搞个纪律府，然后接下来这里也一样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说不定我们可以直接拿下这个南蛮也说不定。好，这里哇，盖个火球在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孟获在来的路上。让孙文来一下，孙文马上就把这个大家的士气搞高一点，这就是孙文的能力，这就是孙文的能力。然后6月11，我想想看啊，这个回永安。这里就是种田，种田时间。好，就这样。很好。孟获已经在来路上了，那我们士气也差不多了。可以出发了。蒋经国还有点事情，那我们就先等等。除了这个家伙之外，还有我们黄兴当然也要出发了。下一位林包，这个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啊，这样就是一个双枪将的感觉。在森林里面的恶魔，是吧？好，然后下一位，张任还有严颜，还是张任比较好一点。但是我已经没有，我只剩下1000多攻了。
好，就这样。让我们这个刘询取绵竹关接防。这里不行，这个是可以的啊。陈布雷帮忙一下。这样子应该就对了，让我们这个历史学家来当我们的运输队啊。历史学家，顺便再把刘璋给招来。哎，建宁谣言成功。那我们先往这个地方来集中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啊。我们的这个孔宙好了吗？好了，很好。让孔宙来修补这个阵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巡查了。看起来行，就再盖个断野场好了。 OK， 就这样。刘峰在来的路上，给一点钱给雍凯吧，就家伙的武力87、85，但是智力呢？智力是比较低啊，是吧？好，这样就晕住他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吴毅来帮忙烧一下他，黄兴也一样烧。
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。让父亲大人亲自去见你，还是可以这个。孙文去云南，这感觉也还蛮有意思的。孙文这辈子从来没去过云南吧？应该没有去过吧？没记错的话是没去过。然后接下来，这些人慢慢来。李辉还是算厉害的人，所以说值得。哎，还有谁没行动？哦，孔宙，那我们就继续修。刘峰还在来的路上。蒋中正成功了，皇权居然失败了。哎呀，居然失败了，这我也是醉了。没关系，小问题。这样就对了，我们去扰乱一下孟获，然后烧一下李辉，在森林里面更容易烧。哎，说好的更容易烧呢？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对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就继续攒点钱。戊土谷也在来的路上，花曼是女儿啊，所以这个在这个忠诚度是不会有问题的，但是朱包他们就有可能可以成功。哎，不错啊，蒋中正，哎呀，今日真的欢喜之日啊！真是没想到王府这样的人才会愿意加入我军，这好吧，就你说是就是吧。珠包在来的路上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就继续啊。螺旋突刺，然后我们黄星就来再戳一下，再射一下，好，烧起来了。好，这也烧起来了，非常好。这个倒是比较麻烦一点。反正冲车是没有那个的，没有反抗余地的，那我们就这样子，不要浪费士气的打。然后历史学家到我们的
成都去，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还有三十天，快了，快了。诶，这个蒋兵他是不是吧？他想要打永安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也不错，这样子就可以抄一下刘备的后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继续让蒋经国亲自去搞云南，然后这里呢，让蒋中正去搞云南，然后这个蒋经国去搞建宁，还是可以的、啊。然后这里呢，朱褒不行，李辉不行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迟早可以。哎呦，魏辽子。还是可以的、啊、这个。然后蒋经国在建宁的谣言又成功了，非常不错。让邓艾到这个到这里搓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成功。烧。反正烧不停，好，然后接下来看一下珠宝。哎呀，可惜，我应该要先招降，然后再那个的。李辉不愿意，不愿意，那等等吧，不急。哎呦，王府这么厉害啊！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放流言。哦呦。居然连党军都可以了，不愧是党军，人如其名。这个党军就有点那个国民党是五毛的感觉，是吧？但是其实不能够说是五毛啊，因为五毛是共产党的。那我们就继续探索人才。孔宙继续修，关锁这边他们会直接在这里饿死啊！然后刘峰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我说这个刘备也还真是的。刘备一直来打我干什么呢？搞得刘表现在还活着，搞得刘表现在还活着，当然这样子对我来说是有利的。刘备一直没有办法打开局面，这就会让这个刘备的势力迟早会变成我的势力。然后感觉上这个蒋兵也是要来抄一下刘备军的后路。不过话说，他们有南所行军？他们没有啊。所以这家伙他的那个部队是越走越少的，绝对是越走越少。好，那我们冲车就赶快回去。哎呀，居然失败了这个。
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我们的吕凯招过来，不行。那么李辉呢，也招不来。朵斯，很好，朵斯来了，就连朵斯都来了，你们看看。那我们就继续让他玩三温暖。很好。那我们就打，这也是打。非常好。然后孙文继续去建宁，张任也是一样去云南，反正就是搞一些流言，这个就叫做什么来着？境外势力。哎呦，宋美龄也可以耶，居然。看起来没有办法。孔宙的部队也一样修补，制武堤完成了。丁原被韩馥给灭了，这也是蛮可以的一件事情。这部队在打来的路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辉投不投降，还不投降是？那等等，慢慢来。让我们这个烧，李辉虽然厉害，但是终究不是邓艾的对手，对吧？那当然，这个邓忠也是可以的。就稍微烧一下，哎呦，居然不行，真可惜。然后我们就继续啊，继续带服。看有没有办法开出火神，如果能开出火神的话就很爽了。很好，继续继续，张松黄泉都成功了。我们看一下行不行啊？这个把我们的李辉招来，不行。乌图谷，哎呀，不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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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，乌图谷直接来了，但是吕凯跑了，遗憾。乌图谷在来的路上，这是投诚的概念。我们让李辉稍微等一会儿啊。
这个我们就继续啊，单挑也不愿意，这也一样单挑不愿意，就是要让他不愿意。孟获他们哦受伤了，太好了，现在是轻伤吧，都是轻伤没有错。我们试试看行不行把他抓起来。哎呀失败了，没关系慢慢来。把朵斯大王招来，稍微守一下，守不住也没有关系。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乌土谷在来的路上，这个真的是感谢啊。然后孟获、祝融之类的人都成为了重伤，可怜呐。目录大王，这些人的忠诚度还蛮高的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是43、42，无意是75。还是小心为上啊。这里不愿意。我想一下、张毅的话是多少？74。无意的话嘛，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啊。我们就直接，哎呀，可惜。这里还是可以的，798，可以啊。何进对我的态度变成了不和。然后建宁与云南都出现贼了，赶紧撤退，需要派一个这个张任骑兵 S， 但是他是工匠，真是讨厌。还是让张任来好了。哦，不要这样，让一个兵器 S， 韦国。
等我们高翔进城，然后再来打他。我们这个戊土谷的忠诚度96，终究还是要让他稍微那个一下的。先往回撤退，撤退是另一个开始，是吧？贼将的来的路上，哎，这个很好。梦幽，他每打一下就会这样子，这就比较讨厌一点。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人来帮忙，来给他倒砂缸。这里有1355，这就有点多了呀，是吧？云南还有这个都出现了贼，非常的跑。都出了贼啊。然后这里的话继续。所以我们这个蒋中正军倒也是还蛮可以的，就已经把孟获这边比较厉害的人招来了，戊土谷也来了，绵竹被攻陷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朵思大王已经带着大部队逃出来了，足够了，足够的。然后让马忠堵在绵竹关前面，这个样子就可以把这个绵竹关轻松的夺回来。他如果不愿意被我轻松夺回来的话，就会完蛋了，他就完蛋了。好，我们的部队可以先往回拉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国父再来帮忙一下。国父作为萝莉控，还是可以稍微那个一下的。让我们蒋叔再跑一趟。往江州运一下。好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继续。让宋美龄去找一下蒋琬，毕竟蒋琬也姓蒋，也是我们蒋家人啊，非常好。然后孙中山先生倒也是挺不错的。好，
那这个样子的话，绵竹关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拿下。哎呀，说是兵不血刃，那其实还是稍微损失了一点点。雾土谷，补给给孔宙，让他稍微多一点粮食。我们让刘璋跑一趟。接下来这里成都的部分就没什么可以做的有贡献的事情，那就继续留言吧。还不行，云南也不行，好，没关系。有朵斯大王在的话，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穿越毒犬，但是也只是主力部队而已。我们终究还是要这样的，五岳渡泸，深入不毛。好，这里贼将已经被花曼他们打得快要不行了。但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治安依然只有51而已，然后贼将，哇，这里居然出两个贼将，我也是醉了啊，我也是醉了。看一下这边的贼将如何，这个真的是有够屌的。修正，这里一样修正。陈布雷他们辛苦了，就是要这样。然后蒋经国的部队，就先打一下，绵竹就被夺回了。然后我们魏国来射一下高翔，等一下干脆直接推掉浮水关好了，免得他又继续再给我搞这些有的没的事情。倒不错，让蒋中正还有张松他们再继续搞云南。把他压到抬不起头来就对了。然后
继续啊，继续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。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稍微把南方蛮族的部分给稍微搞掉啊，稍微搞掉蛮族的问题。那这里有居然有10000多的这个蛮兵啊，10000多的贼兵要来打云南，这也是蛮可以的一件事情。理论上从这里可以穿过去，当然还是打建宁比较适合。哦哟，不错，蒋琬直接被登了，非常好。这些应该没有办法，就是他的那个，他的迟早会完蛋，他的忠诚度迟早会完蛋。吕凯这边的话勉强吧，但是花曼要投降比较困难。好，孙中山赶快回去。然后我们这边好像不行，撵着他过来去打这个浮水关。其实我还没有决定好到底要怎么打。但是赵云来了，张苞也在来的路上，永安感觉上是有点麻烦了呀。永安感觉上是有点麻烦了，很有可能守不住。既然守不住，那我们就把智人搞坏一点吧。感觉好坏是吧？既然守不住，我们就把智人搞坏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邓艾继续搞建宁，然后其他人去搞云南。云南不能搞的话，我们就去招降一些可以招的人。这里的话嘛，就继续吧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也是有点小紧急啊，紧急征兵。因为赵云过来的话，这个阵迟早会失守的。尤其刘峰这个也是挺厉害的，已经失守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让我们高沛先生往回逃跑，不要浪费力气了。这个确实有点小麻烦啊。陈布雷也是够英勇的啊，直接过来断后。好，我们拿下浮水关。
然后往后缩，这里往后缩，然后嘛，接下来下一步我们看一下哪些人可以招降的。芒牙长可以招降，然后目录也可以招降，吕凯花曼看似都能招降，但是只有我们继续啊，继续看能不能直接把带来洞主给弄降喽。芒牙长跟目录大王这两个我们先等等，不要马上去搞他。这里永安感觉是守不住啊，所以逃到江州去。好，然后接下来高沛跟这个刘璋慢慢的往回逃跑。孟获本人在这儿。那看起来这个应该是没办法喽，但没关系。蒋经国还是可以用的啊，这个永安应该是守不住了，不过陈布雷在这儿。他就算被刘备的人抓到也不会投降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哇塞，这个挺厉害的啊，刘表小婊子挺厉害的，这正是所谓的小别智长的真东西啊。他，我本来以为他要来抄刘备的后路的，这个倒是不要紧的。继续搞我们云南。看有没有机会一次把我们云南太守给拿掉，还不行啊。让蒋纬国努力一下试试，看一下这个董图纳可不可以投降过来。可惜，
蒋纬国。哎呀，哎，云南没人了，居然这样子就不能够再继续搞云南了，只能说有点可惜吧。刘备的势力已经深入了四川，我是没有想到刘备他是这个样子搞我的。不过他的这个形状也真是恶心啊。好，这里的话就继续吧。可惜云南已经不能用，哎，云南可以继续用，那我们就照着云南继续用。朵思大王，就连朵思大王这样的人都可以来搞了，那证明说这个已经完蛋了嘛。都是云南的，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让王亢把吕凯给招来。好，现在已经是年底了，到年初了，年初了，很好，吕凯跟王亢果然是这个亲爱的。现在是祝融来当这个，那看来有点可惜啊。祝融为太守，继续。既然都不行的话，那我们就直接去打他。直接去打梓潼也不是不行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这里继续，好，看起来现在这里的局面就会变得比较尴尬了。我们终于把
防线往北推了，但是东大门永安也丢失了。东大门永安丢失了，这个可以算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吧。然后这个贼将的根据地屹立不摇，这某方面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，我们终于把南方的敌人给搞残了，搞得差不多残了，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可以杀进来了。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南蛮方面的这个李辉没有被我们招到手来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打到这，我们下一次继续打。